主料，饭200克，干玫瑰花5朵，辅料，八角2粒，花椒10粒，葱5克，姜5克，桂皮3克，香叶3克，陈皮4克，料酒5毫升，生抽5毫升，老抽4毫升，冰糖5克，盐8克，五香粉7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鲅鱼去除内脏、血头，切成 1.5 厘米左右的片，放料酒、生抽、葱姜、盐、五香粉腌制一天一夜。腌好的鱼用厨房用纸吸干表面的水分，放入热油锅中炸至鱼肉发紧。去一砂锅，放入葱、姜、八角、花角、桂皮、陈皮、香叶和能没过鱼肉的水，煮开。煮开后放入炸好的鲅鱼，蘸玫瑰花，添加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冰糖、五香粉，转小火煮至汤汁大步侵入鱼肉，关火装盘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在腌制的时候已经放了盐，所以在煮的时候就不用再加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